谢谢。早上班友到下午，他要到地下室开车的时候，我们把他钥匙逮捕，是这样的。他被逮捕的时候讲什么吗？哎，没有，跟完全很配合这样。对，完全配合。经过检察官的认定，所以才核发拘票，以涉嫌恐吓、枪炮来拘提林姓的祖先。他是不是在坐车上面有发现西瓜刀？有两把西瓜刀。专案小组到新北市，以涉嫌恐吓还有枪炮拘提林姓的祖先。警方有绝对的信心，针对扰乱社会治安、挑战公权力者，一网打尽，绝不宽待。本案目前已到案的有68名，拘押的有7人，另外有参与犯案如果没有到案的，专案小组会查得水落石出，一个都不会放过。